全国产业别棒球比赛的冠军队是完善石油队。今天上午11:40，完善石油队由团长道元新雄率领搭乘飞机来到台北。我国棒球委员会总干事谢国成曾经在机场迎接他们。完善石油队共有21名队员，在我国访问的11天期间，将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和高雄等地方跟各地的棒球队举行友谊比赛。